kada ko nga.三到四只的，这是虾黄级别的，拆个盲盒啊，一定是微冻，我这有点解冻过劲了，微冻会更好吃，脑子黄会非常完整，这个里面黄满满全是虾脑虾黄，不是恋爱脑的满黄大红吗？黄有颜色深，颜色浅，脑子有颜色深，颜色浅，剥开了。